哎呀，兄弟们，刚刚找你们有事。那行，你过，我给他喊。我的妈妈喊我剥玉米，我打的喊我回我肚子去的，我都收了。哎呀，你们就不能变了好不好？我下星期红了，想请你们给我接亲。不行，看我们能不能姑娘哪个有时间跟你接？哎呀，你们放心啦。 我都给你们准备接亲的礼物了，还好你送了，这可也包在我们身上，保证俺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嗯，完美。三哥，你这送我们的接亲服，九个款式啊？这还不九个款式啊？真的噻？真的噻？我看到哈的，全村最抠的就是你。哎呀，这都是开胃小菜。 天猫双十一已经开始了，我给你们准备的礼品呢，一号就能买，没得几天就能到了。点赞西瓜还有红包。